你老母啦，姑爷点算大呢？茶壶先够大噶嘛？你唔信过啊？唔好喺度搞搞震啊！行开啦，老鬼！飞翻个蜜桃啊！你有个妹咩？佢叫做菲菲，手度揸住把遮噶嘛，系咪啊？佢哋随口再上，系，嚟嚟，老细先排队，嚟嚟嚟嚟，争系有，喺度噶，系啦，姐姐佢今日去咗边呢？ 要当心嘅，应该系小姐嚟。大祸临头，正所谓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你要及早回头。好啦，再过四九之期，我哋就可以脱去皮毛，修成正果。姑娘你好，如果第日要汤要水，即管开声咯，过嚟揾我得噶啦。 唔使客气，我真系唔敢啊！前面揭炉功读，准备应考嘅。今日我打算喺镇上边买啲应，已经到啦，我自己入去得啦。俗语有话送佛送到西，唔争在呢步。男主外。 女主来，此话当真。都冇咩需要啦，随便得噶啦。 二姐，你将我书生，你的口吻好似姐姐咁。 胡经，你满唔满意啊？你讲大话，呢支发簪有油味嘅，分。白小姐。